主持人赵串。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肌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莎娜老师，欢迎；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胡磊老师，欢迎。接下来了解一下下面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们俩结婚一年了，可他还是和结婚前一样任性，把钱都浪费在吃喝玩乐上，一点也不为未来考虑。我觉得是他做人太小气了，一家人都算得那么清，况且人生苦短，享受当下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喜欢孩子，父母也常催着我们俩，可他却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还没玩够，再三的找借口推脱。如果他能发展好自己的事业，让自己的性格更成熟一些，我们才应该考虑孩子的事儿。到底是因为情感还是因为孩子，我们还得听听这对夫妻的心里话。来，掌声有请他们。王先生25岁，来自西安，无人机表演。小雪24岁，来自西安，人力资源。来，有请两位，有请。好好好，你好。好，欢迎两位啊。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个人感兴趣的，你这个无人机表演就是不是就做类似那种大型团体无人机编组飞的那个工作的？不是。但你这无人机表演是表演什么呀？是那种小型的那种无人机，是多旋翼那种无人机。是一架还是多架组图案的？十几架。啊，那你过去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我从学校就学的就是这个方面的。哦，就是这个方面。对。那种大型的表演做大编图的你们干过吗？我们现在没有。啊，没有。能力还不够。那个主要是软件上面的，要编程的。行，就请教一下啊，你说这个这么精密的玩意儿你都飞上去了，你们家这点事儿你咋还跑我们这儿呢？这意思啊。主要是啥呢，就是我们俩结婚一年多了，然后就是感觉还是跟结婚之前一样，我媳妇儿就是比较不成熟。我咋不成熟了？我觉得我挺成熟的呀，我1.6米大高个，我100来斤，我还想长多大？他老说我没长大。是是是。你看大家听他说话就可以感觉到他思想不是很成熟。哦，咋不成熟？你举点例子好不好？嗯，就比如说在购物这方面吧，他总是爱不理性的消费，买一些没用的东西。啥是没用的东西？就比如说很高端的音箱，然后买在家里边就图个新鲜，只用个一两次。那我还是用了呀。然后还有买的跑步机，一时兴起，然后回来跑上一两天，自己坚持不下去了，现在就只能放他那些衣服，然后落土。哎，我问一句吧，你们俩现在月入多少？我1万多吧，一个月。我比他少。这少多少啊？我差不多6000多。哦，那你少的挺多的。哦，对。你们每个月的开支大概是占这个比重的多少？家庭开支？全花完了。月光啊？嗯。哦。是啊，所以就这一点，我来就是请各位老师劝劝他，不要花那么多，适当的要攒点儿。可是我觉得，挣钱就是为了花呀，你把那钱放在那儿，它就是一串数字，你把那挣回来干啥？你花了你才享受呀，你就那一串数字，那看看有啥意思？你把它买回来那才是自己的。关键是买回来它也浪费啊，你想同一个款式的衣服它不同颜色买好几件，在那囤着。你觉得这是它第一不成熟的标志对吧，叫消费不理性。对。还有吗？还有就是它爱玩。爱玩什么意思？虽然说这个是人的天性吧，但是除了工作之外，他就陪我的时间很少，就是主要时间都跟他朋友出去玩了。我就玩那一两次呢，就叫玩，你知道吗？主持人，就是我有的时候公司聚餐嘛，公司聚餐很正常，我给他说了，我说我们公司聚餐呢，那我就晚点回去呗，他同意了，我给他说了，然后到10点多他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吃完了没，他想来接我，我说吃完了，但是我们要去 KTV。
他说那行，那你们去吧。我也想着他担心我嘛，那我到 KTV 给他发个定位。然后过一会儿我唱了正起劲呢，那我同事给我说你看那门缝有一个人看着你，他是不是认识你啊？我一瞅，你说吓人不？一双眼睛盯着你看，我就想到肯定是他，那我就出去嘛。我说你在这干啥？他说我来接你。我说那你要不进去吧，我们刚到 KTV 嘛。我说你进去等我一会儿。他不进。我说那你要不在外边等我。这个事情你没有说全，那个时候十点了，十点你给我发完定位 OK 我知道了，然后你说你要去那个 KTV， 然后我就紧接着给你发，那你几点结束啊，我去接你，然后你在哪个包厢，然后这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太吵了呀，给你打电话发短信都不接，那我肯定担心啊，所以我就赶紧开着车就去接他了，而我还不知道是在哪个包间，所以我就在那一个一个那个趴到窗户里边看，然后最后才看到他，又不敢打扰他们，所以我就在外边就一直关心着他。这没什么毛病吗？怕你出事儿吗？对啊，我知道他担心我呀，对吧？但是他可气的是，那他不进来，那他就在外边等着。然后我们同事出去了，他给人说，他说我老婆在里面唱歌呢，人家好像不认识我一样，就觉得特别没面子。大家肯定结婚的时候都来，肯定都认识，那就是人家出来上厕所，让我跟人家打个招呼很正常嘛，我也没进去。哎，故意打扰你，这就不对，你就应该进去坐着一起。年轻人嘛，你干嘛呢？那么别扭，对不对？对，他就在那儿作，他一天到晚的作，他还老说我懒，我都不觉得我哪儿懒了。那我还给他做饭呢，他想吃啥我都给他做。哎，不懒。再别提你做饭了，你做那饭，他对食物特别挑。他做饭的时候，首先得让我去超市跟他一块儿买那些顶尖的食材，光那些花的钱够我们去馆子吃好几顿的了。给你做出来好不好吃啊？关键是，这个后边再说。关键是，他每次做饭他只做五分钟，我得收拾前前后后收拾两小时，包括前边的摘菜洗菜，到后边收拾碗筷，然后再收拾那灶台的时候跟打仗一样，那菜啊都在桌子上边啊。那做饭那烹饪那五分钟，那才是做饭的灵魂所在。关键前边的调料啊啥，那都能买回来，那我放进去的那料我不得数清楚才能做出来。你知道他是怎么做饭的吗？主任，我给你学一下啊。他首先让我拿着手机给他那儿端着，给他照着，然后他呢，他是把那个盐一粒儿粒往进撒，那慢镜头，然后把醋一滴儿滴往进倒，为了记录下那个镜头，然后他发朋友圈。可是结果呢，就不注重口味。生活这样有仪式感吗？那这叫情调，他都不懂。那你说说，你做那饭能吃吗？最后你吃了吗？那你不都吃光了，你还说好吃得很？那是不能浪费啊。那我让点外卖，你也不点呀？哎，再别提外卖，提外卖我觉得我就更头疼啊！你知道我们一个月点外卖得花多少钱吗？真的说出来，可能都不相信。一个月得花将近小一万块钱呢啊！光点外卖，这一天吃几顿呢？您这外卖一天就吃两顿，怎么花这么多钱呢？关键他点外卖，就是我们平常点外卖就是在软件上面周围2公里、3公里范围内点的，就是一般的家常饭呀。然后他呢，他是经常看那些网络主播推荐的，闻西安市全市的美食，都是那些顶尖的料理啊、牛排啊、西餐啊这些。就整个全市的那些美食都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啊，而且那些送不来的话，他就叫那些跑腿的给他去买啊。你说这一次下来就得好几百，小一千的，这一个月十几次下来，那谁能受得了？那我买了，那你也吃了呀？关键而且你还吃的比我多。关键我不吃那就浪费了。好好好，你们现在是自己出来住吗？没有，是跟爸妈，跟他爸妈住一块儿。啊，跟他爸妈住一块儿还点这么多外卖啊？我们结婚是我们自己买了房子啊，然后是啥样子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这个经济状况了，他还私自就是背着我把他父母的老房子卖了，给他父母换新房子，然后现在不是新房子还没下来。不是背着你，你是知道，只是你不同意。哟，这房子还有事儿，你给我说说啊。就是他就是想拿我们俩的公积金，然后给他父母换一套新房子啊，然后把那个房子一卖作为首付，我们俩付公积金。就是说他现在正在折腾他父母家的房子，是这意思？已经卖了，新房子已经买了。我们是我爸妈当时买的房子，我们住了呢。哦，等于现在你丈母娘、丈母爹和媳妇住在你们的新房里，跟你们一起住是吧？对。啊，这倒也行嘛，规划人生嘛啊。对啊，我觉得挺好的呀，而且你的车还是我爸妈买的呀。
其实我知道他，他就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他就舍不得那点钱。不是，主要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必要更换的地步，而且都住了一辈子，离我们也不远，就生活挺方便的。又没花你的钱。那可是买了之后，那现在每个月公积金还之后，那肯定还缺点，那肯定还得一块帮衬着还了。那我把我的钱都点外卖，你都跟着我蹭了呀，那我也没钱还了呀。那你说到这儿，你一个月你少花点，那不就比啥都强了吗？行，我听明白，听明白了，就是男生总而言之嫌自己的妻子花钱大手大脚，是这意思吧？对。啊，你们俩钱谁管啊？各自管各自的。哦，所以你是月光是吧？对。你呢？我也月光了，那每次吃饭不可能就是每次都让女生掏钱吧，我肯定也得她掏一顿，我为了挽回我的面子我也得掏呀，但是我又没人家多，我肯定每个月都是我先花完。哦，你们俩对未来有打算吗？结了婚之后想不想要孩子呀，对吧？关于孩子的事儿，说起这个事儿就更来气了啊，就是因为双方父母现在都是开始催我们，说想着要个小孩，然后趁着他们现在年龄还不是很大，可以帮我们带着点儿。而且我也觉得生孩子这个事儿，就是趁早不趁晚嘛，早点生总比晚点生好。但是他每次就以他身体难受有病为借口，在父母面前就说是我不想要，然后我就开始就以为确实是他身体难受。那我就是难受呀，我到今天我还难受，我还咳嗽了呢。我这个锅我就背下来了。然后有一次他妈就看不下去了，说那你们去医院检查一下，看到底是啥问题，我们趁早解决，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去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我们俩一点问题都没有，都好好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回来，他还给他妈说是，医生给他没检查出来，并不代表他没有问题。那本来就是呀，那只是没检查出来，不代表我又没有生病。哇，那确实没问题啊，检查医生都说了没问题。你想要孩子吗？不想。哎呀，打算什么时候要啊？没打算。我觉得现在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都可以靠我自己去得来，我可以买到，但是如果要了小孩之后会拉低我现在的生活质量。那你怎么不跟四位老人说我是不要孩子的呀？我不敢。他每次就把锅推给我啊，我就很委屈。你想要啊？我也觉得挺好的，要个小孩。花钱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哎，你会介意说先生比自己挣钱挣的少吗？我有的时候会说他，因为他每次会说我，他说你看你买那么多干啥，我就会说那我花我自己的钱呀，你别管我啊、哦、你有本事你也花。我的意思是在内心里面你会觉得先生挣钱挣得少不太好吗？这个没有，但是我感觉到他就是特别不尊重我的职业啊。我当时跟他求婚的时候我还用了十几架无人机给他做表演，结婚的时候我还用无人机航拍，室内用无人机送戒指，这些在大家看来都挺好的呀，而他现在就嫌我挣的比他少，然后就每次就拿着说事说让我换工作，说我挣的不够多。对呀、啊，我觉得他那个就是个夕阳行业，现在逐渐的有一些无人超市呀。对呀、啊，我觉得他那都要倒闭了。啊，无人机不是最新兴的吗？朝阳啊。他就总觉得那是个玩具，说整天看着他飞来飞去的。而且我妈也跟别人说，他女婿是搞玩具的。我给他怎么是玩具啊？不懂。我觉得他那个玩具，人家机器人也能飞。哎呀，你还真是应该好好了解了解你老公的工作性质哈。他就觉得那个会自动飞，就不需要我来手控的操作。明白。那他还老说我呢。我们公司不是老经常加班嘛，然后我就回家了嘛，星期六、星期天在家里呢。然后我说要不你出去找你朋友玩，他不去，他说我陪着你，那陪着我那也挺好的呀。我跟老板视频，我正说话呢，我忙着呢，然后他觉得我说话说得太累了，他给我递杯水，那也挺好的呀，没毛病。然后呢我又正说话呢，我真的忙着呢，一个香蕉就过来了塞我嘴里，我说我不吃吧，好，他又给我削个苹果让我吃，我说你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忙完了我再陪你，他说行，坐到那沙发上等我。没到一分钟我就看到那视频后面有一个人在我后面飘，他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特别讨厌。然后最可气的是他给他朋友装着打电话，你知道吗？他说喂，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公司特别不人道，我那个朋友都休假呢，都在家呢，还要跟老板视频通话，他们公司咋不趁早倒闭呢？他说的朋友是谁呀？他说的就是我。而且我们老
老板听了是作何感想那种？主要是我觉得他平时花在工作上时间太多了，他们老板把他这样压榨，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你在生活里挺黏你媳妇儿的，是吧？也不是黏，就是希望他能就是黏，他能多一点时间放在家庭里。你就承认吧，他就是黏，他特别黏我，他就想让我除了工作，我就是陪他，好不好？我不想要这个样子。哦，今天你们来是为什么呢？他要来呢，他说让我长大一点，我觉得我长得挺大的。就是首先第一点，我希望他能工作不要那么拼，我们现在也。可是我工作这样，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呀，我买的东西啊，我们俩是共用的呀。可是你挣的那么多钱，全花掉了。那不花攒着给谁呀？你说你那么辛苦，每个月都月光，到头来一分钱都没有，那你还不如你别那么辛苦，你少挣点。你就是把你的思想强加在我身上，你想让我生活到那种相夫教子，我就得在家做饭，我就得洗。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老说，他说他朋友，你看人家在家里那媳妇儿多乖的，多听话的。就是想让你多平衡一下这个工作跟生活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是是，所以今天你来是为了平衡，是吧？让妻子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对，平衡这个消费和攒钱的关系，希望妻子平衡玩和孩子的关系。但是我怎么听起来这些平衡都是你想要的，而不是他想要的呢？对呀，而且我之前，你听我说完嘛，就是之前涂磊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靠墙墙会倒。靠娘娘会老，靠男人男人会跑，那我靠我自己，我现在所得的都是我自己挣的，我花我自己的，他还不乐意了啊、他老说我靠他会跑是吧？嗯，所以你不靠他是吧？嗯，那不靠他你结什么婚呢？我挺喜欢他的呀，但是我又不花他的钱。哦，好吧，这是一对特别有性格的小夫妻，每个人还都有自己的想法。先生的要求过分吗？妻子有哪些做的不到的呢？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想法，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二位好啊。哎，涂老师还有好多经典名言呢，你还记得哪些呀？不装啊，两个人性格都很鲜明。
生，我有一对朋友，他们跟你很像，即便要比你年龄大很多，两口子啊，一人月光，不买房子，租房子，花掉所有赚的钱，可能留一点点买点保险啊。他们过得非常愉快，他们两口子感受一致啊。请问女生，你嫁的这个人是这样的吗？他不是。那不就得了，你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没有人有资格对你指手画脚，但是他有，谁让你嫁给他呀？你嫁给他就得相互磨合，就不能任性到以一己的想法去完成生活。日子是两个人过的，你也说了，我不敢说我不要孩子，我爸妈他爸妈都不干，我不敢。既然你还是要结婚生子赡养老人，那请你今天真的不要再任性了，踏踏实实看看眼前的生活。不是说不能趁年轻我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可以有规划有节制，人有节制才有幸福。我们今天挥洒的所有的青春和任性，未来都是自己要受的罪受的苦，明白吗？明白了。可以适度的规划节制，留一部分钱，将来这个孩子的钱或孝顺父母的钱都要准备好。有一点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给父母换房子，自己拿钱供月供，让父母有更好的居住条件，说明其实你心底深处是认可这种传统的家庭模式的，对吗？所以不要再任性了，你是独立，但是成家了就要过两个人两个大家庭的日子。明白了，老师。先生啊，虽然说你老说他不成熟像个孩子啊，我倒觉得你也是真心的不成熟。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呀？提高自己的能力，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对待家庭事务上，你做到这个家庭的定海神针，那钱就不会乱花了。我相信你们小两口的心是在一起的，只是因为新婚燕尔才一年的时间，也没有打磨出更好的模式，给你们一些时间，也给彼此成长的空间，携手向前，我觉得日子一定是越过越好的，好吗？祝福你们。靠自己是靠自己吗？嗯。你没存款？没有呀。一分都没有？花完了。你为什么敢那么花呢？因为我觉得我没负担，我把它花完我就开心。你为什么没负担呢？我没有孩子呀。你有老公啊。他可以管他自己。他要是出门被车撞了，医药费谁来付？有保险吧。那如果突然之间出了一点别的事儿，谁来付啊？有他爸妈。你不是他老婆？我是呀。你不是他的第一责任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不知道是不是？嗯。你不知道你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你对他的义务和责任是什么？我知道呀，我是他的妻子。所以你的义务和责任是什么？吃饱穿暖。谁吃饱谁穿暖？他吃饱穿暖就好了呀。还有呢？没有了。还有他的生老病死。可是我们现在还年轻呀，到时候再说嘛。你居然会说出我没有负担这句话。其实你不完全是靠自己。你知道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吗？我知道。你的钱是不是他的钱？是，然后他的钱也是我的钱。所以你花你的钱是不是也要跟他商量啊？不用吧。当你非常堂而皇之的说我吃我的，我花我的，我想点什么外卖点什么外卖，你要是一个单身女人，你怎么做都不过分。但如果你已经结了婚，能不能考虑一下旁边这个人的感受？就像我们家买贵的东西一定是我老婆做主，买便宜的东西才是我做主，因为我挣钱远远超过于她，所以我更不会去做主。否则的话，你一旦做主了，按你的话来说，我挣的钱我花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这句话从我老婆嘴里传出来说，你看你又买什么什么了，哎呀算算算，反正也是你挣的钱，你也累，这话里面总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总是有一点不舒服的味道，所以你忍心这样吗？他没说过呀。
你的情商是真低呀、啊！他没说过，他心里想不想说你不知道啊？如果像你这么过下去的话，其实你们俩的感情迟早会过没了。因为一直以来，在你的消费观、你的决定事物的价值观，你完全是我行我素的。的确没错，一个人靠自己没有问题，但完全不被人靠就有问题。这就是一个人对于家庭和周围人的责任和感受。你有本事你一个人过呀，过得了吗？过不了。对呀、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尤其是在经济能力上比你稍欠缺的一个男性的感受。不完全是他的问题，同样是男生你一样的问题，因为你们俩之间默认的达成了一种契约，就是没钱说话矮三分，你们达成了这样的默契，你认同的，所以你们才会这样。女生，你回想一下你们结婚以来的这两年，你无论是消费也好，无论是私自做决定也好，你可曾考虑过他的感受？你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祝你们幸福啊。谢谢。嗯，好，谢谢涂老师。消费观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刚组家庭的时候是会这样的，而且跟那个年龄阶段有关系。咱这个没有对错，不要去争谁对谁错。现在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们俩未来的生活需要共同静下来做一个规划。你有了对于未来共同的生活的规划，眼面前这些事儿基本就解决了，因为你们俩现在没目标，你知道吗？你的目标是啥？让孩子孝敬老人啊。这得达成共识啊。你们俩结婚之前都没聊这些事儿啊？结婚之前我妈给他说了，说我懒爱花钱，他都知道啊。是啊，但是没说你懒到连孩子都不想生啊。不是懒得不生啊，那是啥呀？是过几年再生。你刚才可没说过几年再生啊，这得达成共识啊。行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这对年轻的夫妻，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老婆，我的思想也不是很成熟，我对你的要求太高了，我希望你做出的调整就是可以慢慢来改变，我不能要求你就是一下改变，这你就不是你自己了，反而希望我们能好好的为我们的将来做打算。老实说，我要节制，那我以后就节制一点，花大部分，存一小部分。嗯，好。我说完了，我不想说了。你走开吧。不哭了，不哭了。这么多人呢。对不起。不要哭了。尊重人家，回来。你回去。哎，所以这个事儿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吃的就是这一套。姑娘，你要真是节制不了，其实可以这样啊，两个人给未来的孩子，咱们不说马上就要孩子，对吧？就假设咱孩子五年之后到来，好不好？每个人按照工资的比例，比如说每个人都交工资比例的10%，作为未来孩子出生的一个基金，存到一个公用账户里，这钱不也省下了吗？对不对？这就我们说的那个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还委屈呢？不委屈。就说明生活里你太顺了呀。谢谢两位，请回吧。啊。哦。啊，请关门，请关门。当妻子走进转门那一瞬间崴了一下脚的时候，那个男生是回头特别关切地看了一眼。所以说你看他们俩再争吵，这个现场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不压抑吧，觉得挺快乐，挺有意思的。所以其实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幸福的标准不是不争吵，不是所有的意见都一致，而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大家觉得是快乐的，是向上的。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京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金云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易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来，我们见证